张亚先生有没有在整个剧组学到一些中文？还记不记得？如果记得的话，能不能在现场跟我们现场能说上那么一两句？我看看你的这个中文学习。啊，我刚刚那个不能说啊。对，有的能说，有的不能说。干啥的？搞方言了？那东北话啊？干啥呢？这是你教的吧？必须的。干啥呢？啊，其实。好，还有别的吗？或者普通话有没有学啥吗？不是东北话，不是普通话呀、啊。人家说东北话是最接近普通话的那个发音，多标准啊！还有吗？谢谢你们的关照。哇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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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